这护照给我。对啊，要不要下来？好不好？考虑个几天呐、啊？哦。OK， 这个不去了。他不去了，他不去，那你还要去吗？你老公不去了。我知道。哎，哎、欸，你这马不急，太颠了，我都急啊。东西现在老公旁边。对啊。那跟他自己来了吗？你认识他吗？哦，谢谢你。要不要下来？好不好？考虑个几天呐、啊？哦。OK， 这个不去了。他不去，那你还要去吗？你老公不去了。我知道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你这马不急，快点啊！我不急啊。可以拉。本分局接获情资，好，疑似高薪增聘工程师前往东南亚地区之广告。本分局研判此为近期诈骗国人前往东南亚地区拘禁之案例，立即会同刑警大队前往机场拦截，并成功与航空警察局合作拦阻国人杨楠等六人出境，并说明此为诈骗出国手法。那经查，这些不法分子大多、哦、利用广告、哦、高薪增聘客服人员或咨询人员前往东南亚地区、哦、为抵达当地后始发现遭骗，随后便被拘禁或扣押护照、哦、无法返国、哦、警方也会持续深入追查是否有不法集团涉入，并在此呼吁国人不要轻信出国打工陷阱。